歡迎大家收睇《茶博士掛論》第71集啊！咁咪喺節目預告已經講咗啦。以今時今日，由今啊上個禮拜開始到到呢個7月1日，都係敏感日子啊！敏感得嚟咧，我哋唔敏感。喺香港做官啲人咧就敏感。因為佢要睇住阿爺嘅面口做人。其實阿爺都唔敏感。阿爺都敏感啊！你敢唔敢？我大陸敏感啊！我哋唔係好講。你自己要搞敏感嘅，冇计嘅，咁咪得啖笑咯。咁佢要提醒我哋有6月4日呢个敏感日子嘛？咁原本都冇人记得下咧，而家全世界都搞嘛。因为佢哋咁样搞法咧，咁啊而家全世界好多华人嘅地方咧都有搞啊，嗰啲庆祝纪念。我就将以前《文汇报》大公报梁振英啊、谭耀宗啊嗰扎人嗰啲。愛國情懷咧，關於六四登過啲廣告咧，我整咗一輯咧，就掟翻曬俾啲群組嘅。我就完全好中性嘅，即係嗱呢個歷史上咧發生一件事。咁啊，誰是誰非咧？你知唔知六四嘅背景啊？問下你。可以咁講啦。簡單啲講。簡單啲講啦，咁咪喺4月中嗰時候會要幫洗洗啊嘛。係啊。咁跟住就學生上街啦嚇，咁寫住嗰個字咩叫中國雲？係啊，中國個國字佢當其時唔係用簡體字喎，係用正體字喎。咁中國不嬲隨你用噶嘛，正體簡體都冇規冇法律規定話唔用得繁體噶。啊，呢個真係冇喎。喺國內冇一個法律話唔俾寫繁體字喎。係嘛？但只不過方便啲人，你要用慣簡體字咁解啫喎。如果唔係咧，你香港要立埋例喎，唔俾用繁體字。哦，國內都冇啊，係啊，唔知道你外國教育有冇指定要持下印嗰啲簡體字咧啲版本啲教科書？差唔多噶啦，而家都差唔多噶啦，幾樣嘢啦，兩樣嘢啦嚇，廣東話正體字咁啊，啲遲啲遲早都要即係。又唔係喎，呢個你哋慢慢收錯曬資訊喎。而家開始喺國內咧，又冇禁廣東話咯喎。係咩？係啊。因為佢聯合國將佢列入咗個文化遺產啊嘛，遺產嘛。哇！咁大件事係遺產。係啊，所以而家你最近嗰啲政府都推廣好多粵曲㗎。推廣好多粵曲，申請好多錢㗎，都俾㗎。哦 ，OK， 係。係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嗰段歷史咧，而家啲普通話咧。是京城的喇喳話嚟噶嘛？係嗰蒙古佬、滿洲佬唔識講正統嘅國語，咁咧就歪零歪斜喺北京搞咗一堆咁嘅語言叫做京話。咁啊後屘演奏落嚟，正式北京話又唔係咁噶嘛。所以台灣啲國語咧同中國又唔同嘅，唔同咪咯。我哋叫嗰個叫國語。係啊，而家講呢叫普通話。係啦，係開個會定個嗰啲嘅音點樣點樣。所以叫做咧喇喳話。啊無厘頭嘅，即係等以前喺。灣仔尖沙咀大街講啲英文，一樣嘅。哦 ，OK， 係咪啊？咁你係明噶啦。哦，啊咁啊，講翻即係當其時咁樣啦。咁啊，胡耀邦逝世，咁跟住就上街啦。咁啊，群眾聚集啦。咁跟住就發生好多嘢啦。好似係咩啊？426社論係嘛？啊，呢個《人民日報》啊，咁啊定性啊。咁跟住就發展到呢個咩咧？我諗博士都記得㗎。當其時係戈爾巴喬夫訪問北京。趙紫陽就講個説話，今時今日咧，我哋重要嘅決定咧，都係交俾阿鄧小平同志嘅。咁呢個説話個含義就好大啦。咁即係跟住，即係之前發生咗咩事都唔關佢事，即係就係鄧小平同志嘅事啦。咁個局勢一路發展落去就。趙紫陽同埋李鵬、温家寶就落去見啲學生啦。嗰時我仲記得一句嘅就係趙紫陽講啦：，同薛允嚟玩啦啊！咁啊講係事實喎。我補充幾點啦。第一，佢哋唔應該喺天安門俾人罪人。如果佢話我哋而家慶祝呢個5.1勞動節，搞大節目，咁你啲人咪要散咯？嗰家行為放假機喺嗰度搞節目嚇，咁俾人罪，最緊唔好俾人罪人。第二，臨到後屘留喺天安門出事嗰班人咧，唔係北京當地嘅居民嚟嘅喎，多數外省嚟嘅。係啊，點解外省啲人會嚟咧？因為有海外嘅人
拎咗錢翻去，每人坐喺度咧，夜晚就$30俾。呢個事實嚟嘅。好啦，咁我變咗嗰陣時喺國內咧，一個月打工有得$100-200嘅啫。俾咗佢之後有$30俾咧，俾咗河北啊，隔離咗又話好多嗰啲市鎮啊，外圍嗰啲人咧就湧咗入嚟北京踎曬度。我剛才我喺節目預告喎，喂，你話唔止幾萬人添啦，我當你$100,000啦，我當你$100,000啦，每日嗰兩餐。怎樣供應呢？星期一，咁呢啲大家可以慢慢思索，唔係一個普通組織咧先做到嘅。第二，有件係真實嘅事。當年我喺蘇聯同我做翻譯兼埋做 bodyguard 嘅蘇聯同志，就同我私底下講。佢六四嗰陣時咧，佢喺南京外語學校咧係讀緊書嘅。蘇聯政府派佢，咁到佢六四一開槍鎮壓，佢同房有個鬼仔，我唔講咩國家啦，自己估。同埋同房嘅，一間房三四個人咁啊，有個鬼仔。哇！我哋籌備咗10年嘅計劃咧。散咗啦，咁讲咗句咁嘅说话，咁啊，大家自己慢慢思考一下。好啦，另外呢个就系讲有外在嘅因素啦，内在因素咧就系好搞笑嘅，因为当年六四出事咧，我唔喺香港，我喺越南。我翻咗嚟之后，哇，系咁捻大镬嘅。咁啊，跟住了解一下啦。原來真係國家咧，乜嘢應變咧都有，係冇諗到咧有學生暴動，或者有社會呢啲咁大型嘅暴動，所以真係冇著膠子彈，係冇嘅，又冇催淚彈，冇嘅。咁啊變咗，咁啊要被逼用實彈啊！咁啊，鄧小平同志一拍板咪咯，大家睇翻啲視頻都係噶，係嘛？跟住北京日報一出完嗰份社評，咁就要開槍鎮壓。好啊，但係喺我哋嘅價值觀嚟講咧，就話佢哋係錯咗嘅，錯咗係錯邊度咧？你唔可以用軍隊開槍，你可以用警察。咪而家你美國最近嗰啲學生騷亂都有警察開槍過，你知唔知啊？佢唔知警察，佢有 National Guard 添。喂，我唔好講國民警咪軍啦，我講個警察都開槍嘅喎。係啊，因為如果你一出到正規軍開槍咧，一日你完全嗰個理性上啊、邏輯上咧係錯嘅喺個國際。係，因為軍隊咧係對外嘅嘛。對外唔係外人。係啦，所以咧呢度咧就係中國共產黨政府咧冇思索。最重要，中國仲有得疏忽邊度咧？就你北京市政府係你份內嘅事嚟嘅，你應該係拆彈啊！我搞五一勞動節咁啊，清咗場唔俾罪人，跟住咧就六一兒童節，咁你咪一路有節日咪唔罪人咯？踢波，市委書記同踢撚咗個波俾中央，咁你啲中央老鬼啦！我哋係鄧小平伯伯得咧，行喺度屌咪打橋牌啊嘛！屌你有冇踢個波翻嚟？跟住下邊啲人冇人夠膽揸主意，攞指引，咁啊拖嚟拖去拖嚟拖，越拖咪越人多咯。咁你記得有個李卓人隻黑衣咪拎錢上去嘅，我唔知佢拎撚咗幾多，代撚咗幾多啦。後屘有人追究佢條數啊，交唔撚到噶嘛。記得嗰李卓人啦，香港籌咗款交上去噶嘛，啱唔啱先？今日寫撚咗悔過書先放鳩落嚟噶嘛，好多人都。係嘛？跟住又整個咩黃雀行動啊、古靈精怪啊咁樣樣噶嘛，成扎啲咁嘅民軍嗰啲咁嘅神劍分支流嗰啲咁嘅亂舞閪，屌你老母閪！個人揾神咧，揾把口講理想嘅人咧，就最撚大撚王，唔係點你嘅。你嘅口講理想，唔講喺個心中有理想，都唔撚成功噶嘛。你將你嘅理想擺撚入咗你人生嘅計劃書度，稱一稱有得做得幾多，
屌你咁唔講咁樣未做撚完，所以而家但係啲年輕人而家好撚戇鳩嘛，就聽到把聲聽得到出嚟，咁啊屌你咪以為嗰班友咧就係扶手棍啦，咪攞命騰咪過癮踎撚咗監咯？你聽戴耀廷啲咁嘅夠有理想啦，係咪啊？屌你毛澤東以前班有幾撚多理想啊？跟撚住死撚咗幾撚多人啊？跟佢死嘅大佬，嗰日做創黨黨員個個。幾多無名英雄死緊咗啊！千祈冇得信，唔係講笑啊！大家年輕人將來都係過去如此，現在如此，未來如此。用把口講嘅人，同佢做嘅事，同佢心諗完全唔撚同嘅。你睇日本真係知啦，屌你係咪？咁啊，博士，如果你呢個講法咧，我哋可以推演到，譬如孫中山啦、啊。屌我哋唔撚信孫中山，整咗啲黑衣嚟噶孫生，屌你老母叫雞唔俾錢，屌乜衰十一啊佢！佢日本條女十三歲。係啊係啊，呢係、啊。屌你咪細撚氣！大月份，屌你有名有姓嘅，有冇有個女啊？個撚唔巧嗰個志工黨，屌你老母唔找數又唔撚認數，啲乜閪人嚟噶嘛？全班都係班閪人。你谂下，你睇下嗰个梁启超、康有为都写啲乜撚嘢啊？你睇康有为写嗰段嘢，屌乜衰撚我小学生写啊！我个撚样唔知点会做撚到县官啊，上撚到中央。咁你清朝亡若英撚蓋嘅，真噶咪讲笑啊？个撚我鸠噏当秘笈嘅啫嘛，你学屌你有冇啲知识分子？所以毛泽东最撚憎啲知识分子咁解啊嘛，咪讲笑啊！当然佢有私人恩怨啦，毛泽东唔撚收佢会不大，系系咪啊？系啊，屌你！咁啊，阿孫中山都算唔算呢個叫人衝自己鬆啊？係啊，屌你老母，佢有撚粉搞革命啊！佢老母病撚埋啲人利用佢啫嘛，佢咪即係呃神騙鬼咯啲咁撚樣。屌我一啲都唔撚尊重啲人，我哋啲實幹型嘅，佢呃我哋唔撚到嘅。屌你！哇咁啊，阿博士，你呢個講話即係我哋全部喺學校讀嗰啲中國歷史，全部要推翻曬。屌中國邊喺度歷史啫，有記錄啫嘛，但係啲記錄都係勝者為王，係啊，係咪？係啊，佢寫幾多成你咪信咯，屌你啦，冇信，我可以講你信二程都雙目失明啊！廣州大河北河南啊，有個大機頭啊，屌你叫有個米鋪叫信二程啊，你都唔係你有冇撚搞啊？中國人講嘢信唔撚過㗎，口是心非嘅多數都。咁啊，頭先阿博士問到，即係講到呢個六四嗰度咧，我有嘢即係出埋博士啦。即係如果六四呢場嘅事件個結果唔係咁樣，或者好似你用嗰個講法啦，當其時呢個即係北京領導層可以化解咗，中國嗰個命運會點樣咧？呢個真係斷股冇痛苦啦。如果佢哋認為你趙子陽、李鵬嗰啲一行出嚟，喂，你哋全部愛國嘅，我哋個黨咧非常贊成。嗱，你哋派幾個學生代表出嚟，每間學校一個，約你時間開個座談會，你哋退曬先。咁啊收場噶咯喎。好啦，變咗輪到係嗰班撚樣咧爭做代表啦。你明唔明啊？佢爭完做代表，你先可以傾偈啊嘛。佢咪要喺內部自己爭做代表咯。咁啊，自己就係啦。咁你就已經係平息咗嘅。咁同埋你中央政府咧，又真係要檢討噶嘛？即係佢個，因為共產黨不嬲統治個天下咧，就唯一咧以安定為主。你安定咧，就係用嗰個打壓嘅手法達到安定嘅。咁嘅安定咧，目的就係保住個黨嘅穩定，個政權穩定，政權穩定咧，先能夠帶你我哋中國同胞前進啊嘛。佢冇錯噶噃，咁撚多人。點解十人八口佢控制言論都有大條道理噶？咁你亂插五噏個社會咪亂咯？你亂插五噏咁咪整撚咗個佔中出嚟咁多戇鳩仔去戇鳩鳩咯？因為嗰個社會咧啲人嗰個質素好撚低嘅。今時今日你行翻去北京嗰啲公眾廁所啊，誒茶樓酒館廁所冇文字噶，大佬仍然睇公仔噶。唔识字噶，即系有文盲，即系有文盲，好捻多啊！因为佢嗰个文化大革命断咗层啊嘛，知唔知啊？好啦，到捻到佢哋后期改革开放出去访问，咁啊喂，屌你入捻错厕所，中国人成一日，咁啊唯有咧好捻简单，嗱长嗰个咧
就是男人，嗯、短個咧就女人，咁佢當咗 gentleman 咁啊長啦，嗯、短嘅 woman， 我、嗯、又調撚轉咗，有啲寫 man 噶嘛，屌你諗啊又撚入撚錯，冇撚兩撚像啊，所以而家全部係搞公仔嘅啫，屌你你冇撚搞啦，中國好撚多問題，千瘡百孔，到今時今日中國嘅文明建設咧係未做到嘅、嗯，所以你睇到今時今日喺英國紳士。殖民地管理之下，到而家佢行翻轉嚟要講禮貌，你知喺度撲街啦。嗯，我哋都要講翻禮貌，我哋而家都啟動，係咪啊？我哋都啟，我哋呢個台都啟動呢個禮貌。因為佢哋已經走咗啲講禮貌嘅人咧，走撚曬啊嘛！最近個中產，咁啊嚟撚咗呢一班新嘅人嚟，新時代嘅人喺度啊嘛。嗯新香港人嗰批，咁啊由頭要搞禮貌咯。咁呢個搞禮貌喺中國搞幾十年噶啦。嗯，我相信大陸人咧，五講四美係啊，我就清楚啊，搞咗幾十年啦，五講四美，屌你係咪三從四德啦？又講撚咗成幾千年啦，三從四德最撚耐啦，係咪先？屌你，唉，禮義廉恥又講撚咗幾千年啦、嗯，由孔夫子講撚到而家，講撚到口臭撚咗啦，二千幾年講搞到啲乜嘢出嚟咧？嗯，最撚早搞民主噶啦，中國萬子講嘅，屌你啊嘛，係咪啊？係民為貴，君為唔係咯？屌你有冇噏嘅啊？全部啲人噏嘅啫，中國人，所以見到中國人講政治、講理想、講人要道德咧，千祈冇撚信。屌你啊，咪唔係講笑嘅，包括我都係啊，屌你！我哋衰於中冇咁撚衰，因為我就唔撚講咁撚多人，都係我講一個義氣嘅啫。嗯，係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嗯，你醫得我病，我同你搏得命。呢啲我哋江湖中人啊，講呢樣，所以能夠維持中國未死咧，仲有個幫會文化，知唔知啊？哦 ，OK， 你個幫會文化喺海內外啊，都把關噶嗰啲橋領橋社啱啱先，你冇睇輕啊！我幫會宗族文化就串連到中華民族嘅血脈，嗯，即係嗰個忠義嗰兩個字啊，嗯，其他嗰啲唔夠用嘅，如果夠用嘅唔撚使拜關帝啦，屌你法律都冇聽用啊，佢真係拜關帝咧，佢會用喎，係咪啊？好撚古怪嘅，因為中國係一個嗰、那個文明咧，等於佢個圖騰有關係嘅，嗯，五不像條龍真係五不像。都唔知咩嚟嘅，系啦，飛鹿飛馬，屌你係咪？唉，你真係笑撚死你，飛蛇，嗯，揾個銅騰都揾得衰撚過人噶嘛，變咗佢嗰個呢、這個叫形化學，嗯，演變咗嚟個基因咧，就一條龍咁啦，嗯，借撚咗龍耳診隻耳啊，就咁撚樣搞，唔撚聽人講嘢喎，龍冇耳喎，知唔知啊？係咩？係啊，驗證下先。十二生肖每一個生肖咧缺一樣嘅，嗯哦。龙就冇耳嘅，嗯，马骝仔冇屎忽，兔仔又冇唇，啊，知唔知啊？你哋大家慢慢谂下，系人咧最齐整嘅，嗯，屌你个笑鸠死，唉，好捻古怪嘅，你十生肖睇得到系人最完整嘅，嗯，啊，嗯，啊，咁啊六四嗰度咧，嗱。咁啊，博士頭先你都解釋好清楚啦，或者即係大家未必一定同意，但你都講得好清楚。咁啊，而家言論自由啊嘛，我有我嘅經歷啊，屌你睇到我嘅經歷咩？係啊，咁如果係咁啊，咁你北京而家冇話唔使㗎，就全部將啲資料擺出嚟，大家去評判咯，可以咁喎。佢唔可以咁做，因為佢哋嗰個輿論咧冇人信。嗯，有冇人睇咧？人民日報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卖到几多份啊？最紧简单嘛，所以变咗佢个舆论咧系冇力嘅，嗯，冇力嘅，冇力嘅。佢呢啲咁咧，佢应该将成个事实咧由翻美国、西方世界同佢讲。系啊，但佢咁多年咧，大外宣支咗咁捻多钱，从来冇做呢个工作，我系好捻惆怅嘅。嗯，因为我自己知嘅工作，我两个问题，因为十万八万人食饭嗰两餐，何来钱啊？嗯。是吧？有人派錢就大家都知道啦，30蚊一日，仲有 file 記錄喺度嘅。同埋我話俾大家聽，天安門本身係冇撚死撚過人。嗯。死人嗰地方唔喺天安門，木西地嗰邊。木西地，知唔知啊？唔喺天安門。好啦，嗰度好撚快手嘅，
好撚快手嘅，即係等於印度一撚樣，印尼嗰啲一撚樣。啊！一有中撚咗肺炎，即刻拖撚就係上車，跟住跌咗落坑，即係淋火水，燒曬佢，好撚快手嘅。啊！但而家冇咁叻，嗯，就唔喺天安門，所以佢阿袁木出嚟講，天安門冇死一個人咧，係冇撚講撚錯，嗯，真係冇死人。咁但係呢個語言遊戲嚟㗎嘛？你而家唔係就係講天安門有死人咩？屌你，你都唔需要講死唔死人啦。你講呢個係一個好不幸嘅事件。係所以他们在那个政治家的语言呢他都懂得都不能用。嗯、特别现在你看中国外交部队现在全部退步的。嗯、讲什么讲多错多的嘛、嗯。他的修辞用字是很亮尽的嘛。嗯、那现在你成日在这里说讲礼貌你日日都说此之预备对你鬼佬西方世界。如果你什么鬼都不知道你噏乜嘢。喂此之预备很难译的译英文。你點解而家恥住而未個恥住？屌你！佢都伸鼻涕噶，佢伸鼻涕出嚟噶，屌你！彈鳩你噶，屌你！你好撚亂撚仲係成個嗰個動詞嚟噶，恥住而未，唔係名詞嚟噶，所以好撚難譯噶，係咪啊？所以你同中國人講呢啲嘢咧，審死官，因為我唔係漢人，係嘛？屌你！漢人最後一個皇帝都幾慘嘅，知唔知啊？嗯，你記唔記得中國最後一個漢人皇帝係邊個？崇祯係嘛？梗唔係啦。嚇、啊！做個南明噶嘛？哦，係。葬喺貴州嚟噶。嗯。喺雲南俾吳三桂殺撚咗佢啫。揾個嗰、那個弓箭嗰個繩啊，扭斷佢條頸啊！係啊，扼殺佢噶大佬，葬喺貴州嚟。佢、啊、係入緬甸捉佢。是啊，行去缅甸嗰度捉佢吴三桂啊，葬喺我哋贵州噶。嗯，呢、這个中即系汉人、嗯，最后一个皇帝。嗯，我哋冇承认过清朝嘛，咁咪成日都话反清复明啦。满清系我哋系亡国噶嘛。嗯，清朝系我哋中国汉人亡紧咗国家嚟，如果讲正统就啱啱先。嗯，我哋亡国奴隶噶嘛，清朝。嗯，系咪啊？如果大家啲歷史都要記清楚，就唔好俾啲人混淆視聽。有陳近南，有乜柒乜柒係台灣屌你係咪？你俾啲啲睇金融害撚死你。佢冇講啲缺嘅，講啲唔講啲，係咪啊？俾個漢奸壓撚死噶嘛？俾吳三桂喺雲南。吳三桂咁後屘個佢點解會撞咗貴州咧？我哋好奇怪。所以後期佢嗰啲宮廷嗰啲人咧，咁多人個南明咧。在那邊咧，變咗貴州整啲菜咧，好撚靚嘅。點解？宮廷嘅菜帶咗過去嘛。哦，係嘛？咁啊，到嗰個雍王清朝嗰陣時候，嗰啲皇宮貝臘又流放咗去貴州啊嘛，所以帶撚埋廚師去，咁啊，變咗啲貴州菜。我喺南中國南方咧，最撚好食就貴州菜。啊！呢、這個真係唔知喎，真係嚇。你要上級噶，你唔好下級啊，下層唔識噶，唔下級唔識。所有嘅碗碟筷子。嗰啲菜式嘅層次，用嗰啲菜式，咩瓜咩果咩豆，都要有講究嘅。嗯，配搭出嚟咧先靚嘅喎，個擺設知唔知啊？哦，屌你去到貴咗嚇死你！咦，我屌你都宮廷菜嚟嘅喎，成個層次好撚講究噶，唔係講少啊，貴咗，同埋好撚好食嘅。嗯，佢咧又唔濃唔淡。嗯。好正，大家不有機會你去到貴州咧，揾省政府啊。嗯。同你搞一餐嗰啲咁嘅貴州嘅，唔係普通飯店啊！你要揾餐廳政府啊，真係。係啊，揾啲大嘅六星級酒店冇啲咁靚啊。係。我喺北京我都食杭州菜啊。係啊。杭州菜味臭豆腐係好精景嘅。嗯。香港都有啊。我唔知邊香港邊有食，佢唔係炸嘅喎。嗯。唔係炸嘅喎，嗰臭豆腐。佢啱啱賽馬會個會所杭州菜啊嘛，嗰月。咁、我啱翻到嚟咁話，我見賽馬會會所有杭州菜食，訂咗去請下。即係唔係湖南嗰只火鋒店嗰只？唔係，嗰只臭到真係臭到暈。係啊，啊，所以講歷史咧，係要知道個究竟咧就不容易。嗯，真係不容易，不容易。就算而家你英國啲歷史，佢都要好多十年後先解密噶嘛，有好多內幕噶嘛，啱唔啱啊？唔係你表面睇咁簡單。唔係表面睇唔簡單，咁啊！我哋始終都係要實用主義啦。大家啲同胞，大家香港朋友移民咗外地咧，即係跌埋心水，養妻活兒，供書教學，培養下一代，啊，不忘初心，咁啊，記得自己都就算入咗籍，都
都係炎黃子孫，嗯，你唔幫中國發展就唔好搞破壞，嗯，係嘛？多啲祝福啊，自己國家越嚟越好最好，嗯。这一代人会死的，你们不用担心。真的实死的。他做了几年这一代的领导。我知道，大博士人生你得过十零二十年。那你只能有一个善良的愿望啫，嗯。中国人亡了几千年都亡过好皇帝，但这个政制度是错的。嗯。而在全世界的政治制度我没有一套中意的。你話搞民主，屌你諗咪俾咗班蠢人選啲人出嚟咯，嗯，蠢撚到選啲八十歲嘅做總統咯，屌你諗乜點樣好啊？啲民主制度係嘛？一定搞精英制啲內咧有民主，但其實共產黨嘅選舉制度唔係冇喎，譬如話你由民間推選咗啲人出嚟做代表，再選票喺香港，但最可惜咧，佢由頭箍到尾啊，嗯。佢如果佢唔係由頭箍到尾，你入閘嗰段咧唔限制嘅。咁樣選咧都仲好，你由頭入閘都唔俾人入咧，咁咪死啦！咁變咗你就冇撚搞啦，不如你搞屌委任算撚數。係啊，係啊，你幾呢，這個呢，這個係最撚大嘅漏洞。一變咗而家你個社會嗰個議會制度冇咗質詢嘅功能啊嘛，冇咗監察社會嘅功能啊嘛，咁你咪失敗。係嘛？但係我哋台灣去領導咧，又想個立法會攞你個權喎，咁你咪又所以你好撚難搞嘅而家。那個政治制度全世界我未感過一套好，嗯，大家都是講利益，分餅仔分得勻勻嘅啫，唔係真係一個咁安全。我就覺得咧，你個選舉制度咧，一選就十年，屌你係乜勞民傷財嘅喎？你做咗兩三年又準備再連任，又要再選啦，嗯，即係攞撚嚟搞嘛，係嘛？你中途唔妥嘅可以彈劾你落台，嗯，再選。如果你冇事嘅，做十年。因為你有十年時間咧，由你制定政策再執行，見到有成果，真係要十年八年。嗯，你諗下嗰四五年時間點咧做到啊？下一任上咧就要推翻你嘅，你好多英國試過啦，係啊，保守黨上台又做呢個私有化，公投上台又調翻轉國有化。點解佢要推撚冧你？咁撚樣咪過撚過，唔係為社會。而家你冇真心嘅人真為社會。嗯，真心嘅人為社會咧。你就睇啲地下鐵，而家你政府用嗰啲公共設施嗰啲 lift 啊，使唔使用咁撚靚啊？你抄日本啊，起碼點咧四分一價錢做到啦，嗰啲地下鐵嗰啲升降機啊。屌你，因為佢嗰個consulting咧，計你嗰個工程支出嚟收費啊嘛，咪同我哋抗撚，但係整撚到越貴越好咯。咁你政府點？喂，嗱，我呢單工程係咁撚多嘢，你定咗個價咧，唔撚準加減嘅。嗯，咁你咧就補撚咗個漏洞啦，即係唔會話水漲船高喎。我屌你，我唔同你確撚，但係整多啲啊，因為我收多啲錢嘛，啱唔啱啊？所以其實好撚多漏洞要補到㗎。特首超教鳩你啊，屌你啊，冇你做領導。但係我嘅睇法就係呢漏洞其實故意做出嚟㗎嘛，如果唔係大家點揾錢？咁你政府要把關㗎嘛？咁以前揾到錢就唔咁而家你嗰啲統計處啊，你核數處啊，咁你財政司唔撚把關啦、啊？屌你老母！你整個陳茂波，你有冇有份同你作撚大呢個窿啊？仲唔係同你補漏啊？呢只咁嘅撚樣面無四兩肉，屌佢老母！係啊，你而家你夠夾撚埋梁振呢啲咁閪人？屌你冇打口釘，我收你幾千萬啦、啊！西華我老婆，屌你老母！你嗰善男信女係成班唔家產。咁啊，順帶一提啦，阿黃之唔嚟啦，黃之就正式個堂地收咗堂。你點知啊？唔係我點知係新聞已經報曬出嚟啦。佢話六月嚟啊嘛，又撚樣個八婆。唔係啊，而家連嗰個辦事處都收咗堂啊。我佢冇交租咪收堂咯，係嘛？啊，我一早批撚咗，唔撚會嚟啦。睇佢寫人相，屌你乜你睇隔離搞手嘅相，黐撚埋六百九點會嚟啊？係咯。而家中央政府開 file 啊，收緊到風。係咩？是啊，哦，屌你有失國格啊嘛，因為阿拉伯嗰邊炸營啊，知唔知啊？揾我哋做即係過橋啊！你係啊，所以你咪記唔記得佢個發言人最近話咩？你哋唔代表得我哋王子講嘢喎，咁啊嘛。嗯，佢係家族成員，佢都屬於家族之一。佢係家族，佢唔係王子。係啊，但佢作撚大叫王子，
其實嗰啲咁嘅部落酋長仔，但係嗰個酋長就好撚多防人嘅，其中一個佢愣愣埋都係叫做係。屌你媽！我夠話我契爺係五星上將啦，咁嘅事實係都冇撚用啦，係咪啊？屌你有實用咩？係咪唔撚吃香啊嘛？好啦，但係而家佢哋咁樣一爆鑊咧，我相信佢去到出聲明咧，佢會召回翻俾中國大使館。嗯。所以咧，嗰班撚要收身嚟查佢啦，冇六百九啦，屌你，有冇開 file？ 如果你唔夠料，問我攞啊！你如果查梁振英，屌你，我俾啲料你哋。係係啊，你中紀委要插手噶、你話撚你全面講管治權啊嘛？咁你點管治啊？你表演下俾我哋香港同胞睇咯！你中國政府咁柒咧，咁你中紀委做咩啊？瞓撚咗覺啊？對口單位嚟噶，大佬，屌你啦！咩我講得啱唔啱啊？啊！要查一查呢、這個即係阿里王子啊？點解嚇？係啊！來龍去脈，邊個搞出嚟呢單嘢？係咪啊？啊！嗰個沈龍、沈雲龍有乜嘢背景啊？咁沈雲龍係阿梁梁六八九啲fans 嚟噶嘛？咁你屈永琪啊，同佢做過出本書噶嘛？咪係咪咪嗰班人啦、啊？有蛛絲馬跡牽緊埋噶嘛？收人哋嘅錢稿費，出緊咗幾多本？是不是啊？一問就閪多個 like 嘅你班人，咁啊跟住稱撚麥六八九出嚟落個老母踩鑊啦！屌你，佢落鑊愛去澳門，愛澳門燒炮仗啊！請撚埋啊，探下妹妹翻去澳門燒炮仗。澳門而家仲有炮仗燒嘛？好似係嘛？有係啊，係咯。澳門仲做緊炮仗嘅嚇？澳門仲做緊炮仗嘅。係啊，即係澳門燒炮仗。係啊。啊，頭先阿博士講到啦，即係民主制度啦。嗱，我哋用一個例子。冇撚興㗎，嗰啲制度行埋揾鳩笨柒，屌你乜，全部都係錢作怪。嗱，我想問嗰樣嘢咩咧？香港喺六七十年代啦，到八十年代啦。咁誒嗰陣時即係咩啊？立法唔係立法會啊，立法局啊，市政局委任嘅喎，最初嘅時候。立法局都是委任的委任的全部委任全部但是为什么当时他是吸纳到民意呢即是一某个程度吸纳到民意呢他有很多街坊福利会的嘛。透过很多街坊福利会的。还有以前他们的贪污腐败是令到人社会是支持有贪污的。因为他收得你钱躺得你跟你挡灾。我给几蚊一日你卖街边。你真係保護到我，唔使俾古惑仔踢鬥，唔使撚死俾人拉，我啲人唔俾啊！你今時今日咧，你話喂我收五十蚊一日啦，喺油麻地擺檔都有人俾啊，一百都人俾我，咪點你？係咪啊？好撚好噶，我地下秩序，大家唔好忘記，當年英國人係好撚叻嘅，唔係佢點搞得掂啊！香港啊，你六十年代砰一聲湧幾廿萬人落嚟，嗰陣時好犀利啊！屌曬跟住大躍進咁樣湧曬嚟咁，第二個政府都冇咁嘅經驗都散撚咗啦！你睇澳門咪一條齋咯，係咪啊？如果湧去澳門仲唔冧撚咗啊？佢接收曬噶嘛，所以嗰陣時咧佢哋唔俾人走過澳門嗰支水嘅內地啊。你自己喺唔同山走過嚟。中央政府啊。哦，即係你意思係特登放嘅。放呢邊，放呢邊。嗰陣時阿習仲勳話明開放噶。有人請示阿習仲勳，習仲勳話，即係而家國家主席習近平嘅父親放啦。嗯。所以大家都係睇到英國人個經驗。個鬆緊個經驗，你一上咧老 call 賣街邊嘅，我見你年紀大啲，我喺製品商俾二十蚊，我哋咁噶嘛，唔罰錢，啱唔啱啊？唔係我哋噏，你抄翻歷史睇到噶，好多喺製品商俾錢噶，有啲差人亂金啦，話通街行甩拉翻上去，屌咪仔，屌你乜仲要俾緊錢嚟？佢冇話你拉緊錯人，係咪啊？但佢行使個著存權唔罰錢，不地將製場製品商俾錢噶嘛？咁同埋嗰時佢哋。我啲街坊福利會係俾啲地區嘅有錢嘅人做理事長噶嘛，咁啊好多地保啊，好多城啊，咁你國民黨、共產黨又同佢英國人收情報啊嘛，係嘛？所以大家好和諧噶，我夠鐘你咪掛五星期賀國慶咯，夠鐘咁你雙十節咯，係自動自覺收期噶嘛，冇人出嚟講話你哋唔好掛啦咁噶，冇嘅。好撚和諧嘅，
呢個你係睇到人哋嗰個管治嘅手段啊嘛。佢哋打點好多噶台底，俾國民黨有班有頭面嘅人，好似阿陳維洲佢哋嗰啲。陳少渠老豆嗰啲家族，即係而家咩？陳維洲幾唔中學，陳少渠幾唔中中學嗰啲，嗰啲計完嗰個計完台啊，兩毫錢只賣俾佢嘅。哦，嗱批地俾你，你賺錢，大家各方面照顧曬嘅。嗯，啊，佢又有照顧你中國共產黨，所以佢第一個時間出嚟承認中共嘅政權噶嘛，英國。英國最早，啱啱啊，我哋冇講錯，冇講錯。真的没讲错。所以到今时今日，那你找一班人是代表老细打麻将，老细又教你怎样打，到现在你上场自己以为懂打就死了咯。是吧，等于在庙街那些棋局而已嘛，摆棋局的人不懂捉棋的，大佬找石屌你了，整捻定那些步数你行的嘛。好多人唔知喺廟街擺棋局嘅人係唔識捉棋嘅，嗰班道友有兩三個識嘅，之後佢有讓你單馬或者讓平手嘅，平手讓你兩線三線嗰啲，嗰啲就識噶啦。如果冇嗰個局擺出嚟嘅話咧，話讓雙馬、讓單馬嗰啲咧，就多數唔肯識捉棋嘅。即係我同阿財長買咗個棋局，咪度撚定嗰幾廿步，練曬佢，咪擺喺度。啊，紅俠人揀，屌你踎低你係輸噶啦。啊，和棋兩勝，你就唔撚識和嘅。你講嗰樣嘢就我十年前都仲見到，而家見唔到啦。而家有大陸落嚟，大陸嚟咧喺亞皆豪街內中有擺嘅。亞皆豪街地下鐵口嗰度啊，內中有鋪頭擺嘅。咁啊，佢嗰啲咧就係、是、名搶咁滯嘅，係啦，嗰啲名搶啦，你都佢有啲做妹，係啊，跟住嗰只棋咧喐咧，佢隻手指尾撥一撥咧，有隻就行，俾撚咗吸一格噶啦，屌你有冇你係輸撚咗噶啦，即係佢將你形影啊，即係屌捉撚咗隻你唔知嘅，唉，好撚多計嘅，所以坐低就輸噶啦，唉，今時今日仲揾啲錢就真係，佢哋嗰啲職業嚟嘅，係啊。咁你揾得幾多錢咧？咁咁咪揾食啊，大佬！你譬如話你揾一二千，我哋又覺得少啊，但係佢哋嚟講係好多噶啦。嗯。咁而家啲人出去打荷包，佢打一千幾百，但你去做咧，佢日日係噶嘛。嗯。有啲好彩嘅，咪打到多啲咯，有美金有成，啱啦，係嘛？嗯。佢職業嚟嘅，佢當翻工啫嘛，自由職業。嗯。啊！等啲人有日麻雀館蚊醒都有噶，有麻雀館蚊食啊，有乜都有噶。嗯。佢係職業嚟噶嘛。所以另類個價值觀嘅，咁我哋而家啲遊客好多，落咗好多嚟咗呢啲呢類咁樣係嘛？我哋而家香港有個戇鳩鳩嘅 L 君都係爬仔啊頭嚟咁樣，喺大圈落嚟香港，一聲大大，屌你諗樣啊！亂插噏嗰啲啊！好啦，咁啊，博士嗱，就呢、這個即係六四咁啊，七一個又如何？你估計？七一正常嘅，咁你始終係香港回歸俾中國，都係俾翻中國人地方。咁你香港真係俾人合撚咗翻去噶嘛？當然你根據法例嚟講咧，佢係割斷咗嘅。但呢個唔係我哋左右啦，嗰、那個地即係最先割呢個嗰個地運滿清滿清政府係嘛？係啊，中間又經歷過呢個中華民國。你俾人合係嘛？你冇計㗎。咁你要講翻歷史啊，講嘢講唔撚完噶。而家唯一就講拳頭大。既然間我哋而家祖國拳頭大啦，咁我哋中國人係有威嘅。但你拳頭大得嚟咧，要有禮貌啦。就唔可以話咩中英聯合聲明作廢呢啲又唔撚講嘅。嗱，講禮貌咧就要教鳩外交部講啦。點解外交部邊個人咧出嚟幫人嗌交㗎？屌你啊！冇你何來有禮貌啊？點解全部國際外交部嘅用詞遣句啊，都有一個標準時間達㗎？係咪先？屌你啊！冇要反省啊！你外交部你班咁撚樣就你都諗乜黃毅呢啲咁黑衣？屌你啦！冇你。屌你乜！你楊潤雄，你翻去叫外交部講下禮貌先啦。係，係咪啊？咁你用詞方面都似翻文革嗰陣時候嘅啲用詞啊，遣詞唔得噶，唔得噶。正式喺國際外交工作咧，係有一個 standard 嘅。即係大家唔需要話公開講嘅。你一言一詞一錯一句一動都有一個外交嘅禮節喺度用詞嘅。
係嘛？我聽日開炮打柒你咧，都唔需要講粗口，因為你咪街頭小混混啊嘛。係啊，國家仲係大國添啊嘛，我體面啊嘛。呢樣嘢菲律賓最厲害。係啊，菲律賓係世界上喺外交嚟講係一級嘅國家嚟嘅。嗯，未撚輸過。嗯，佢擺嘅局、擺嘅橋、擺嘅計，擺喺到今時今日。如果你係未輸過，佢就所以佢而家你嗰啲，你讀外交同埋讀牙醫一定要菲律賓嘅。嗯，國際關係法好撚犀利，一定係去菲律賓讀。喂，咁啊，博士嗱，預告我問咗你啦，呢、這個仁愛礁嗰度好似哇不斷咁升級嘅喎。菲律賓特登升級。嗯。美國俾指引佢要升級。嗯。而家佢就喺度切香腸，遲早升級。我相信喺年底之前會有個解決，除非你中國政府咧識避啦。嗯，但佢又會逼到你避無可避，避無可避。即係我個人意見啊。嗯，佢拎住你，你都唔敢出聲噶，用槍係嘛？你敢射水炮咩？佢總統出嚟講緊講乜？只不過有人命出現，我又當你戰爭行為啊嘛。係啊，係咪啊？小馬老師呢度講講咗，上兩個禮拜呢個係美國政府叫佢講噶嘛。嗯，即係呢啲嘢説話唔係佢菲律賓自己可以講嘅，係經過美國部美國俾你講，你先講得。佢同我美國有個辦公室噶嘛。嗯，邊嘢出街，邊啲嘢唔出街，係咪？等而家台灣都係㗎。嗯，一對去到呢個關頭，去到而家咁敏感咧。大家都有一種默契嘅，嗯，即係睇個點樣講，點樣唔講，嗯，佢咪點樣叫聯手啫？聯手就有咗呢個咁嘅默契喺度噶嘛，嗯，即係你中國共產黨咪自己計數咯。咁但係嗱，我哋如果睇嗰度有衝突嘅話，咁你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政府去食化痰丸嘅呢鋪，但佢哋冇呢個政治智慧啊，真噶。第一最重要，你去禮還自曲話你咧係冇撚用嘅，咁撚多國家繼續使用嗰個南海嘅海峽，嗯，係咪？而家咪淨係美國嘅問題啊嘛，越南都唔撚準你啦，係咪啊？我屌你，我唔撚使還啦呢貨，即係你搞啲嘢係犯眾憎，同埋你唔夠理據啊嘛。你夾硬攞個潮石，屌你乜博懵喺度推撚高，又話你嘅，屌你乜認得到啊？係咪啊？唔得噶嘛！所以你去攞質詞就咁解。你話我唔肯承認啊，唔肯承認你嗰個國際嘅仲裁啊，咁你唔承認咪要打柒你咯？打柒你咁你認唔認啊？咁你咪局打咯？你局打輸撚埋，咁你老母呢個政權咪危險咯？嗯，啱唔啱啊？佢打呢一鑊南海最危險嘅，你一打鑊你要露撚曬底。如果你搏撚仲嚟打嘅話，全路撐撚平你，咁啊台灣咪太平咯。嗯，即係博士啊、你個睇法就係圍繞照噶。最大嘅危機唔喺台海，而係喺南海。屌，梗係南海打柒你啦！屌你菲律賓嗰幾個島邊度值錢啫？嗯，係嘛？佢乘機一定喺度，如果早講撚咗，一定打你，一定喺度打柒你。而家所以佢一路切香腸，而家就係中央政府考慮政治智慧，嗯、有冇咁嘅？正義字咧，佢哋冇。點解冇咧？中撚咗毒，共產黨思想嘅毒咧未清，同埋中國人嗰種劣根性嘅死要面子咧未清。嗯，死我一邊頸，老閪撚唔願轉身。嗯，唔係講笑啊，真噶。嗯，點解就係我有個朋友老豆啊，信道教啊，嗰兩個仔女翻嚟話同佢洗禮啊，屌你啦！啃撚死啊！煙斷你，屌你啦！冇係，佢都唔識講嘢啦，已經。屌你聽見話同佢洗禮啊！屌你咁樣，等佢阿哥打電話嚟，屌等我飛撚到入煙。我細伯，你唔撚一驚，你點解攞得本護照嘅啫？你還你喺澳洲有別墅噶啦，而家喺耶穌個天堂度有多間別墅，你好撚著數啊！咁撚先食得化痰丸啫！屌你阿媽，咪會即死啊！幾撚邪啊！嗯，中國人係好撚邪噶，唔係講笑噶。是无厘头的，他们结仇结怨结恨是无厘头的，一个面子的啫，记你老母几十年的，是不是说笑啊，那些是我们民族的基因很曳的，嗯，
非常曳啊，冇一種寬容嘅量度嘛。因為佢爺，我哋冇懺悔文化嘛。我哋中國人好撚慘喎，冇婚姻文化，冇懺悔文化，冇童話文化，冇神話文化，只有太監文化、幫會文化。咁你仲撲撚咗街啊？賊人文化又多，奴才文化又多，係嘛？冇宗教文化，幾撚大撚我乜柒都信，屌你老母轉個風車又信，係嘛？屌你老母整個狐狸仙都有人拜噶嘛？有屎坑三姑有人拜噶嘛？知唔知啊？好撚亂撚盡噶，所以你毛澤東當年搞文化大革命係啱嘅，不過老撚土，為自己嘅權力去搞。就好搞唔撚搞，咁啊俾下面搞到亂撚曬，龍死咗幾千萬人，嗰個悲劇嚟噶嘛！中國真係要文藝復興嘅，要求個沉積太多啦。你民族啊多咧，五啊幾個民族係嘛？個個鄉村個個嚟都唔撚同嘅，廣東都係咪先？你一講死人咋？屌你咪擺酒結婚啊！個個鄉村嘅嚟都唔撚同噶，接生兩個下，你知唔知啊？有啲要喊喎，喊唔撚都請人翻嚟喊嘅，點結婚啊？屌你老味！唉，好撚撈撚教嘅中國，你真係咁撚易管啊！我天下，點解清政府都算叻嘅咧？滿洲人管撚到我康權盛世出嚟，係嘛？二百幾年都叫搞到我康權盛世出嚟啊！曾經係全世界最有錢嘅國嘅地方啊！如果佢清朝開關咧，仲犀利喎。冇咗鴉片戰爭喎，正式真係開關做生意嘅話，咁啊真係強國啦。但康熙嗰時已經係俾啲傳教士入去噶嘛，佢哋好撚新潮嘅，啱啱先。佢正式改，真係都好撚遺憾。一學家仔咁樣改嗰個君主立憲，中國已經係啊！你但你冒出政變嗰班君子就冚得撚啦，成扎冚家產嚟咁嗰班，屌你啦！我真係重寫中國歷近代史啊！屌我梗要重寫啦！屌你，我睇撚過曬啲人嗰啲相貌啊，講啲嘢啊，有啲野史啊，屌又查啲事實啦，屌冇個冚家產好嘅。國民黨反為仲有一班人，後期啊，中葉嗰陣時啊。國民黨仲有班領袖咧係唔錯嘅，你睇翻個歷史啊，佢真係有學問，個個都留撚個學翻嚟噶嘛。最簡單都留日本啦，係咪啊？有啲留蘇噶嘛，你蔣經國都留俄啦，啱嘛？我都有嗰個學識，有嗰個見地，係咪先？屌你諗起你講講清末民初嗰啲嗰扎咁嘅清嗰啲，屌你諗起？唉，冇撚搞啦！個撚個做完官，屌你老母貪污腐敗嘅大佬，清朝嗰啲，正仆街嚟嗰班。嗱咁啊，博士，我哋講翻頭先嗰個即係中國同菲律賓個啦。如果到期時有衝突，即係香港會點樣咧？嗰啲仗好快打完，唔會同俄烏咁嘅問題。因為你一係海空啫嘛，冇陸地打。係啊，你出你嗰啲你嗰海空出唔撚到海口。一出嚟就隻撚隻炸撚沉你啦。咪講咗枕撚曬架撐到㗎，而家美國同埋英國，特別英國嗰啲潛艇啊。你海南島嗰個潛艇港口，我哋國家啲潛艇出唔到口，唔係講笑啊！最近先又有小道消息泄漏出嚟啫嘛，就話你台海嗰次佢哋演習嗰只沉船拖船，同埋嗰啲有啲飛機跌咗落嚟啊！睇有片啊，有片睇添啊！係有人整撚估噶嘛，揾到話我費撚事講啦，而家人哋講咪算撚數咯。我睇過段片㗎啦，我即刻收撚到一個即刻收到消息。哦，我都費事講啊，我哋自己估啦，咁真係估撚中㗎嘛。邊撚容易沉啊？幾千噸船係咪啊？沉到救唔切嘅，咁你幾撚犀利？屌咧，以和為貴啦！中央政府就而家中國人真係和氣收場，完全個局面唔同。屌你咪求其行出嚟，屌嗰條撚樣攞張地圖，好似美國佬咁睇撚錯嗰張地圖啊！
你个习先生，你咪睇捻咗张地图咯。系啊，喂，唔系九段线得五段线咁算捻数咯，百少几段，屌你咪着捻数啦，啱唔啱啊？咁唔系，你冇下台阶嘛？你点会冇啫？咁屌咩求捻其噏呢个世界？你一噏人哋啱听啊，系啊系啊，搞捻错咁捻样，即系等于当年嗰个炸嗰、那个咩大师傅一样。睇错地图，睇错地图，睇错咪咯，真系咁即系话睇紧错咯。而家你咪当睇紧错咯。屌你呢个相逢一笑泯恩仇噶，就系真在你个心想唔想和？嗯，你想和，你真系要食化痰丸。嗯，同埋你系有理亏嘅。嗯，喂，我系中国人，屌我冇谂你唔肯帮国家嘛？但我打开过历史。屌你啦！冇全部都系你国民党自己屌你揾个虚线拿出，屌你有乜点？咁呢个唔关共产事，呢个国民唔系共产党嘅事嚟嘅，嗰九条线，屌你国民党要整九股，佢又唔系实线嚟噶嘛，虚线嚟噶嘛，屌你乜你当真咁喺度，喂班柴仔，屌你乜夹捻埋军部仔去搞嘢摸水。以为咁咧就掂啦，咁咧而家咁，但系呢个都系近年嘅事嚟嘅，骑虎难下咯，都唔系当年啦。阿邓小平嗰个系啊，唔系咁你就单捻咗做，咪成咁捻憎嗰啲奸臣咯。你唔好往老细送死啊嘛。嗯，有啲嘢唔做得噶嘛，咁捻多年来都唔喐。但喺新界嘅路咧，就要私家地，行咗咁多年啦，都唔敢出嚟话攞翻。嗯，政府都唔俾你攞，知唔知啊？嗯，你再讲到话屌乜政府征鸠你哋，整捻鼓你咯。嗯，系咪啊？都行撚咗幾十年，屌你有冇你突然間話封撚咗，唔係俾行喎？你咁樣，屌咪交咗打啦，啱唔啱啊？你唔通噶，中國政府，我哋自己中國人一定幫自己國家。嗯，但啲嘢要通噶嘛。嗯，即係你要真係要通嘅，呢啲嘢一調翻轉頭唔通咧，就唔做得噶啦。嗯，己所不欲，勿施人，係嘛？嗯。嗱，同埋咧就來勢洶洶啊，因為我喺預告有講過啦，呢單嘢唔係而家淨係菲律賓自己講噶嘛。你拜登都出聲噶嘛？冇啊！人哋準備嗰個一鍋打靚茶。係啊，咁所以呢個咧，我留翻 下一節就好啊。成個問題係咪關乎而家美國大選？唔係啊，有咗政策噶啦。我哋一早知道佢一定喺南海度喐你嘅。嗯，啊，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好，拜拜。透過 QR code 或者我哋嗰條 HiPay 咧，可以直接入到嚟我哋呢一個貨金系統啦。它可以直接支持这个信用卡付款去货金支持我们的节目制作的。我们预设的金额是$110，大家可以透过增加或者减少个数量去控制这个货金的金额的。设定完金额之后，只需要打入 email 啦同埋信用卡資料就可以直接貨金。接落嚟咧，我就演示一下用手機 scan QR code 嘅做法。操作方法同使用方式都係大同小異，大家可以睇睇。